看一看鱼线。上次要钓的点没有钓到，这一次来钓钓看。先勘察这边吧，勘察这个位置看看。那位置，位置应该比较好。预钓的钱。这好像七哥哎，没有浮出水面吃东西，看起来像七哥。上游在施工了，等下换个位置好了。这边倒是不错，水浊往下。这里应该变成另外一种钓法。全部都是蛇精牌，有没有？差一点吧，好，好呀。钓一个感觉，打一个，这个点太多小金牌了，换位置好了。鲤鱼，有长杆一点的来钓，还有西哥，又来到斜张桥，这边是北风区钓长桥，水的时候水门。现在没有水。
在斜张桥，又被钓友抓包了。好啦，今天阳光就到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